主料，面粉20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，油10毫升，盐5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把面粉挑成面糊，然后磕一个鸡蛋进去，搅拌均匀，可以放一根小葱调味，垫底称预热放油，倒入调好的蛋糊，一面煎好翻面再煎，两面都煎好后，卷起装盘，近距离看一下，是不是很诱人啊？烹饪技巧，调面糊的时候要慢慢加水，调成酸奶状，然后再加一个鸡蛋就可以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